大仙的，大仙的，是啊，对对对，阿贝，你不要乱跟你，我是你现在帮他招疗法一样，稍微按摩一下。 给电视机前面的妇女观众红包们啊，可以选一选看啊，你可以选做菜，真的，哎呦漂亮漂亮，这个刀子不太利，不太利，要磨一下，那里，哎呦，好体贴啊，这个碗不利的，要小心的，要小心，这样子不要妈妈手不要切到了哈，不是，阿贝你用这么细，切到等下出去就变九指妈妈，会，你还蛮幽默的啊，哦，莲花指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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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用快了。哎，出来了啦，不用快。OK的，可以了。好，来，火先关掉一下，你把你切。不是，你不用想，我想要先把这个割过来。拿好你这个先切嘛。对啊，对对对对。我们的捧大呢？失败教你，你看看，来，甚至不如。不要我教啦。来，他，来，他使给他是莫大的羞辱了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一般我们在切花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臀。 它是背面，但是因为你是做餐厅，对，必须要做美的，在家不用吃美，就看你今天哦。那放待会会放砂锅，会最后再进入砂锅。卷起来了，对，对，没错。就是那以前在炒菜不会卷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切错边的。以前我们没有注意。哦，没有注意啊。罗师傅，你们一说切错边不会卷的，不会卷，不是。 人家是家酱油，你要加酒。那不是不是，做餐啊，是你也是要每天预习，每天炒，慢慢的日久就熟练了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厨师也都是这样来的，而且熟就能生巧了，熟能生巧，每天不断的练习，才会越切越好，越做越好。我们最高纪录一天哦，总共炒了1200盘的盘子。哇，对，从开业到结束。 真的，对，以前生意非常好。没有，我在家里最多一天哦，炒过120只的中卷。啊，应该是120颗的米粒吧。哎，哎，我也没有。你今天看他厨师，厉害，厨师非常有爱心啊。这次爸爸水战，你看多少厨师下去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那因为我们要让它整个视觉都要一样，所以要注意我们老姜一定要包到变成老皮。 哦，要爆很香，要爆很久，要在老师在帮你们教。要这种有点，要老姜要有点缩起来，缩起来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那个姜好香，对对对，哇，这个麻油好香啊！这是有特别选什么？黑麻油，黑麻油。